再给你往近点儿。哎呀，他要想出来就出来了，你再近里，在那里面咋够啊？就懒得啊，拿盒子撑着你的那个腿。手。没兴趣。你这胳膊这都累着了。小短腿儿。出来，他没伸爪子，呀，哎呦，是伸出爪子，这些猫都习惯了不伸爪子，不伸爪子也能够住。他那就是个柱子。哎呀，还抓了一次，厉害呀！我还说，哎，有经验了，你看那手小手爪，还抓了吧？立刻变了。